请去吃宵夜呀、啊？不告诉你。我很想知道。那也不可以告诉你。好吧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哎 ，Hello， 严正老师。哎。今天参加芒果夜的服装有什么特别设计的地方吗？啊，有啊，因为就是其实一直都很期待跟小明哥同台嘛，然后我们也两个也是共同拍了一部戏，拍了快半年，所以今天会特地的选一些有中国元素的东西在身上，然后包括商纪委是一个很浮夸的人，所以特地带了一根珍珠项链。Hello， 尹老板。哎，哪儿？哪儿？哎，这里这里。哦，你好，尹老板。之前在快人上炸开舞台，不知道有没有想法男团出道呢？在舞台上呈现唱跳舞台。什么什么？有没有想法男团出道？我听得到吗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这边聋。活久见啊！啊，您说，活久见，活久见，活得久了，什么都会见到的。好的好的，太好了，期待。怎么说出来让我也笑一下，好吗？这边这次你和小明哥合唱《友情岁月》也是剧外首次同台合作嘛，然后觉得这一次舞台怎么样？有那个自己满意吗？就是不愧是芒果，好有钱啊！尹老板，这里刚才想问一下，这样一下我真的看不见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刚才在舞台上有一个同框的镜头，非常震撼，想问一下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？然后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？其实倒还好，没什么设计，就是。因为我跟小明哥也算是有默契的人了，站在那儿就应该就该有的都有。正好往这里。今天咱们青春芒果夜来了很多姐姐，您有没有跟小明哥私下交流一下关于节目的一些趣事，让他给你剧透一下？还好吧，我这个人不是很八卦。那您有没有 one piece 想要 one piece？ 有，我当然能透露一下。就白冰啊。黄圣依啊 ，one pick 就是 one pick，、啊、对，特别喜欢，特别只是他只认定了他的这个。那还是白冰吧，又演了老婆，又演了师姐。哦，师姐。哦，你好，这边你好吧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代表芒果飞鱼饭团的粉丝想问一下，接下来有想突破的角色吗？军人、农民工啊，都可以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